那么我没想到那个还有那么多人啊，我以为只有三个人。OK 好，不用急啊。那个刚才啊，我先放的是个影片给大家讲。今天我要用中文来讲，是因为我是中华研究院的，我代表那个教中国文化的，所以要讲中文，不是，其实英文不是很好，所以那只好讲中文啊，不好意思啊。那么那个讲中文大家比较亲切一点啊，现场应该没有印度的朋友，没有那个马来同胞。OK 好，那么我就讲中文啊。那么那个今天呢、啊，我要讲马来西亚宗教这些珍贵的世界遗产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是在这边了啊，这个题目其实。我们原本定的题目不是这样子的，我没有关系啊，因为那个后来学校觉得，这个题目比较好啊，那就改一改啊，不过演讲内容没有变。OK 啊，那么刚才我放了四个影片啊，大家可能可以看得到啊。那么第一个影片呢、啊，可能有些人还没有进场啊。第一个影片呢是讲什么？第一个影片是讲那个一个马来青年回到那个一个乡下，然后去见他的母亲。然后他说那个乡下没有 internet 啊，还跑去一个地方，还要为了上 internet 要处理他公司的事情呢 啊，所以最后呢，他又想念到他母亲，就赶快赶回家，在哈利拉亚的前一天赶回去看他的妈妈。那么第二个影片呢，是讲一个印度人跟一个马来人，他们两个相依为命，他们两个都有孩子，都有儿子，他们的两个儿子呢，一起去当警察，小时候就一起长大，然后他们两个约定要一起回来过佳节，因为那时候迪巴瓦利跟哈利拉亚是同一天。那么第三个影片呢、啊，是讲一个马来司机在哈利拉亚要回家要去过哈利拉亚，但是在路上啊碰到一个马来老人，然后下了倾盆大雨，他在想着要不要去帮这个老人，结果他想我要赶时间，我还是不要帮这个老人，然后赶快走。结果他车祸了，反而是那个他要帮助的老人过来去救他，把他带回家。第四个呢，影片呢是那个可能你们不太知道，第四个影片是那个迪巴瓦利的时候啊，如果是男孩子，迪巴瓦利的第一天早上要去拜神啊，印度人啊，他们要全身要涂那个油，涂油之后去神拜过啊，才算是过了这个迪巴瓦利。所以这个是印度人的风俗，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要一年放这四个影片呢？那么这四个影片呢、它其实都是来自同一个导演啊，叫亚斯丁阿曼。这个导演呢，2009年7月25号去世了啊。这个导演是一个马来人啊，你可以知道我们马来西亚其实也有那么好的导演，他了解每一个族群的文化，他在每一个广告都会试图的去呈现我们马来西亚多元宗教、多元社会的一个面貌，然后试图呢表达我们马来西亚其实每一天正在进行的是宗教和谐、族群融合，而不是宗教族群的冲突。我们的生活99.9%是在和谐融合的状态，冲突呢只是0.0001%的情况。所以呢，为什么我们整天要谈那个0.0001%的情况，却不要谈99.9998%的情况呢？所以呢，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眼光是不是要放得更实际一点呢？所以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真正的导演亚斯宾阿曼，他真正能够了解印度的文化，所以他拍出一个让印度人觉得很感动、很开心的一个宣传的哈迪巴瓦利的影片。他也把哈迪拉亚的讯息跟迪巴瓦利的讯息啊，用族群融合、宗教和谐的角度把它结合在一起。这个导演呢，在2009年7月1号的时候，曾经到台湾。那时候就是他去世前的20天啊，到台湾。台湾有一个亚洲电影节，那么我有在现场有观看。那时候他在台湾首映的一部电影叫《Talent Time》啊，这部电影呢，他有亲自出席，然后我有在台下。那个电影播完之后呢，他有接受观众的发问。那时候全场大概有1000个观众。包括很多是台湾人，还有少数的马来西亚人啊。那么《Talent Time》这部电影呢，也是谈那个一个族群融合的问题啊。他男主角是一个印度人，然后跟一个马来女孩子发生恋情啊，但是因为种种文化宗教的因素啊，然后不能够在一起。不过最后呢，这个电影没有告诉我他们能不能够在一起。不过呢，他主要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社会。生活呢，大家都是在一起的，然后我们甚至也会发生恋爱。那么亚斯宾阿曼啊，在这个电影之后呢，他在记者会上他有说了，为什么我作为一个马来人，一个马来女性拍电影，为什么要拍一个以印度人
为主角的电影，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最受歧视的族群、最受压迫的族群是印度人，我个人人言为己，所以我用电影来告诉我们马来西亚人，我们必须要关心我们的印度同胞。然后呢，有人问他为什么你那么了解印度文化，在这个电影里面有那么多印度文化的呈现，你作为一个信仰伊斯兰的马来人，为什么 你可以那么的清楚去描述印度人的家庭、印度人的宗教啊？他说我生活在怡保，怡保呢是一个真正上渡马来西亚的地方啊，湾马来西亚的地方，因为在怡保呢，我们有很多印度人、很多华人，也有很多马来人，大家都在一起生活，而且生活了100年。我们在怡保呢，我们的清真寺跟教堂、我们的印度庙，通通都是在很近的地方，所以大家都没有干扰，大家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任何吵架，任何的宗教族群冲突也不曾经在怡保发生。我就在这个地方长大，我想这个地方就是真正马来西亚的精神。我以这个底片来纪念我的城市怡保，纪念我成长的地方，也希望马来西亚不要有族群冲突。然后他说因为其实我的初恋是跟印度人他在那个中学的时候第一次谈恋爱的人是印度人，他是一个马来女孩子他谈恋爱的对象是印度人那个印度人夺走了我的 first kiss。他是用英文讲的啦因为他是受英文教育的，因为我们早期马来西亚人在60年代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都受英文教育的但是后来因为马来西亚政策改了，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英文学校了英文学校只有私立学校才有现在任何的 government school 全部都是那个马来文学校。不过在那个时代他就因为他初恋是印度人，后来亚斯宾阿曼如果你们有了解的话，他后来也嫁给一个华人所以他的初恋是印度人，他第二次恋爱是马来人，后来他结婚的对象是华人所以他真正的是了解整个马来西亚的社会，因为他跟三大族群都谈过恋爱。所以呢后来很不幸的他要拍新的电影，在天人开之后他要进行另外一个拍摄的计划，但是7月25号呢他在 RTM 对不起，在 TVT 哥在 TVT 哥那个讨论新的电影的时候，因为中风就去世了才享年49岁很早就过世了。所以我们马来西亚损失了这么一个导演。那么在他之后呢，我们北托纳斯给你供的那广告呢就没有那么精彩了。不过至少呢，他在从1997年拍北托纳斯给你供的广告之后到2009年这12年期间呢，他给了我们马来西亚人很多的启示、很多的灵感，给了我们马来西亚人很多的安慰因为呢，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在过去这几年来常常有一些所谓的冲突，在报纸上、在新闻上有去渲染让我们的情绪整天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但是如果你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去看回亚斯宾阿曼的影片，亚斯宾阿曼的影片其实都相当的真实，它不是脱离现实的，它很真实，它把我们马来西亚人真正的诚实、和善、包容的一面呈现出来，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马来西亚每天都是这个样子每天都是和谐的，其实冲突只是极小的部分，我们不能够只关心到冲突，其实我们真正是活在和谐的状态这是亚斯宾阿曼电影所带给我们的一个讯息，他的广告告诉我们的东西在第一个广告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第一个广告那个马来年轻人他跑去那个甘蹦看他妈妈，后来因为那个甘蹦里面没有 internet， 所以呢他就出去到城镇里面要上 internet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上 internet 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一个华人的那个 cafe， 华人的 coffee shop 一个马来人在华人的 coffee shop 上 internet， 然后上到一半有一个马来人60-70岁的拉伯那个老伯也进来喝咖啡，然后跟他聊到他在等他儿子。他其实把那个在怡保的生活，早期怡保60年代的生活真实的呈现出来在早期在怡保，在50年代60年代马来人他们是很大方的，进去华人的 kopitiam 去喝 kopi 看报纸马来人看马来报，华人有时候看英文报或看中文报，这是在60年代50年代马来西亚真正的一个面貌。如果我们现场有50岁以上的人，他们
大概也有体验过那个时代，华人跟马来人一起在华人的 coffee shop 里面喝咖啡聊天，不过现在呢，这个情况已经是比较少见了，但是也不是说见不到，在今天我们在沙巴，在沙拉瓦也还是可以看得到，在华人 coffee shop 有马来人喝咖啡，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明仔我们要互相尊重，马来人不能吃猪肉，没有问题啊，他可以来喝 coffee 啊，可以来喝茶，可以来吃蒙迪跟巴嘎，那个跟猪肉完全没有关系，那些也全部是哈拉的。所以马来人他来华人的戈壁店喝戈壁吃蒙迪巴嘎，代表什么？代表他信任我们华人，信任我们华人文化，信任我们华人对他们的尊重。他知道我们华人设他们的蒙迪巴嘎一定是茶嘎亚而不是茶猪油，所以呢，这是一种信任啊。像如果是佛教徒到我们家来我们请东西给他吃，有些人吃素的他可能也会吃下去，他因为他信任，他知道我们给他吃的一定吃素的所以这就是一种宗教的和谐，就是因为我们互相了解、互相信任。那么倒是到了七十年代之后呢，这个情况慢慢变小了、变少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也许我自己有一个看法，那么等一下如果有机会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报告呢有60面非常长，可能来不及讲要讲4个小时才能够讲完，不过没有关系，我尽量讲尽量前面讲一些比较宗教和谐的东西，后面比较谈宗教冲突因为我们和谐要跟冲突要一起谈，要不然你要就不知道怎么样去了解和谐，怎么样去维持和谐所以我们要一起谈，我们不能只谈和谐，我们要谈冲突，谈了冲突之后才知道要怎样去化解它，你完全不谈的话，冲突一起来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所以这是我今天的报告主要还是谈宗教和谐这个呢是我跟贝雷奥巴马的美国总统的合照应该用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就是铃木环保在哦，下面。OK， 那个表示说我有原始金牌了所以我乱讲话也不用紧，我可以跑去美国没有啦，其实那个是那个蜡像所以不要以为我很危险，也不是只要你去香港去上海就有蜡像就可以找到他的照。OK， 好，那么今天我们来谈的这个主题呢，有几个，第一个马来西亚宗教的多元化面貌，第二马来西亚宗教的证据，第三谈宗教共有价值的重要性。第四，什么是宗教自由？第五，马来西亚为何定伊斯兰为国教？第六，伊斯兰在马来西亚的地位。第七，马来西亚迈向伊斯兰国的过程。第八，重要的判决判决是法律的重要的判决影响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些法律判决的讨论。第九，如何维持宗教和谐？第十，开放结论。OK， 我们有10个 point 今天我们要谈10个东西但是呢，可能最后呢，我们可能只谈到5、6、7可能就没有时间了。但是我们可以在问答的环节了，我们可以继续问答。OK， 好，我们来看马来西亚宗教多元化的面貌。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会有宗教多元化？因为我们马来西亚位于那个亚洲跟那个欧洲的那个中间桥梁我们这个马六甲海峡是我们全世界最繁忙的海峡，到今天还是就是全世界最多船只经过的海峡，表示说马来西亚很久以前就是宗教和谐的地方，因为它是中国人跟印度人做生意的地方。在2000年前，中国人跟印度人就在我们马来西亚做生意，那么中国人对马来西亚传入了佛教道教印度人就传入了印度教，所以印度教是很早以前的差不多2000年前1500年左右了，我讲得太夸张了。1500年是中国人跟印度人开始在马来西亚做生意，那时候中国是汉朝的时候开始打通了海上丝绸之路印度人呢也过来马来西亚卖他的东西，中国人来马来西亚买印度的东西所以中国人不用到印度去那么远，印度人也不用到中国去，他们在中间的地方就是在马六甲啦，在新加坡这一带做买卖所以我们马来西亚很早以前，如果你知道我们马来人很早以前是信仰印度教的也有马来人在很早以前信佛教的。像以前我们有一个国家，大家如果你读历史的话，在公元600年有一个国家叫西利比加亚西利比加亚是什么国家？是佛教国家，它是马来人在马来西亚建立的第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呢，西利比加亚，你看它的名字，它其实是佛教的
后来呢，在公元1000年，他开始转信印度教了。所以马来人信宗教最早呢是信佛教，然后再来是印度教，最后才是伊斯兰教。那么伊斯兰教呢，是公元1400年，伊斯兰来了之后才开始信仰伊斯兰教。那这是一个历史了。所以呢，因为我们马来人他是经历过那么多宗教的信仰的转变，所以呢，其实马来西亚的宗教融合呢，在马来人身上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看今天的马来文，马来文有28仙，28仙是印度文，哪28仙呢？比如说刷拉，刷拉声音，古努山，还有一大堆的，现在想不起来那么就是马来文呢，差不多有28仙是印度文的我们马大眼睛啊，那个不是印度文还有几个一下子想不起来Rama 蝴蝶也是印度文。所以今天呢，马来西亚马来文跟印度文其实有很多是重叠的地方马来文呢又有15%是阿拉伯文那就很多了马来文有什么 Solat 神巴样是印度文 ，Solat 是阿拉伯文还有很多然后那个马来文也有少数的中文少数的中文对不对那个什么庆菜这个不是很正统的马来文还有一些什么刀户龟调这些都是中文中文变出来的马来文，匕首，那刀，匕首就是我们的匕首